좀 덩덩곰봉 자가라야라브 자온자노 강가로두드니 니더나담다라브 저르비 촌니에 동가 촌조즈브제니디다 그라론 탄다드비드나 마르므노 등으르 지서르비 도조글라브

巴嘎达隆阿弥陀佛，多咚巴提杰将拉香擦罗。啊，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嗯。停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啊！为了度一切众生，我们发心成佛、嗯。为了成佛啊，闻思修心啊。 成佛以后去度化一切众生，嗯，这样子发菩提心啊，然后就讲今天的课，嗯，那今天的课我们就接着前前上一次课讲啊、呃，上一次这个课里面呢，我们就讲的这个四生敌当中的这个即敌，嗯，那即敌就是啊这个轮回。 啊，分因和果啊，当中的因啊，轮回的果就是苦敌啊，然后就是轮回的因啊，就是这个寂敌。嗯，那轮回的因是什么呢？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发现啊，轮回的因啊，就是烦恼啊，还有就是轮回的因啊，就是这个业。 啊，业力，嗯，呃，因为有了烦恼啊，然后就终生去造业，嗯，造了业以后，就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轮回，嗯，其实轮回的这个啊，真正的这个它的因啊，既不是造物主、万能神啊，也不是无因无缘而产生的啊。 它是有因有缘啊，但是它的因啊，并不是造物主啊，它跟任何这个时间的神鬼啊都没有关系。嗯，那轮回的因就跟我们自己有关系啊，跟鬼神没有关系。嗯，所以我们解决这个轮回的这个根的时候呢，也就不去崇拜鬼神啊。 不是为了崇拜贵，不是为了啊，不是通过崇拜、崇拜贵和神的这种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并不是这样子。那是什么呢？就是啊，通过这个智慧啊，通过文思修心的智慧，断除我们自己的这些烦恼啊，然后就可以这个断除这个轮回。嗯。 嗯、啊，那这个轮回的这个因啊，就我们上次讲的，就是啊，叫做这个极谛啊。那极谛可以分两种啊，一个就是烦恼啊，另外一个就是业啊，就是业和烦恼啊。极谛就是啊，这个极谛的这个本体是业和烦恼啊，就这两种了，嗯。 那首先，我们在讲这个啊，我们在讲这个一呃烦恼啊。那烦恼啊，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每个人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绪啊。每一天当中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情绪。啊。那这些情绪当中啊，多数都是啊这个属于烦恼的这个情绪。嗯。 但是这些烦恼啊，我们可以归纳为根本烦恼和这个水烦恼，就是分两种啊。那其中根本烦恼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根本的烦恼上次讲过了。另外这个根本烦恼当中啊，啊有嗯这个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呃见烦恼啊恶见烦恼。啊恶 呃，这个恶见烦恼，上次我们讲的不是很齐啊。那今天就嗯讲一下这个呃恶见烦恼啊。除了这个恶见烦恼以外，其他的这个五种烦恼根本的烦恼，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今天就讲这个呃五见啊。那五见当中的第一见啊，就是啊第一见就是神见啊。 身剑指的是什么呢？啊，就指的就是我执啊，我执和我所执啊，这两个叫做这个身剑啊。那我执和这个我所执啊，为什么叫做身间呢？啊，因为我们针对我们的身体啊，产生了这个我执，嗯，产生了我执，嗯。 当然，这个身体啊，不仅仅是指的是肉体啊，身体就是无云啊。这里讲的这个身体就是无云，嗯，正对无云啊，产生了这个我执，嗯，然后呢，有了这个我执以后，让我们对其他的身外的东西就产生了我所执，嗯。 啊，这两个啊，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中观里面讲的啊，人我啊，就是人我和法我啊，这个两个我之当中呢，啊，这个就是属于啊，这个人我啊,啊，那在中观里面啊，这叫做人我啊，然后呢，在这个俱舌论啊，讲这个六根本烦恼的时候呢，啊，这个就叫做这个。 啊，这个神啊，神简，嗯，圣见啊，其实这个都是啊一个意思了。神见啊，对身体对五蕴产生的这个啊这个见解啊，这个就是我执啊见啊，这是第一，就叫做这个神见。它、嗯、这个圣简啊，就是所有烦恼的这个呃根源啊。 啊、呃，在佛教里面，这是呃，比如说佛教的这个中观啊，尤其是这个巨蛇啊，还有呃阴明啊，里面呢，有些时候就是说无名，啊，就是轮回的这个根源啊；有些时候呢说我执啊，就是这个轮回的根源啊；有些时候就是说叹语啊，就是轮回的根源。 啊，那这三个都是一样的，最关键的就是无名啊和这个呃贪欲啊，无命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因素啊，无名是主要的这个因素，然后贪啊就是次要的啊，只要有了无名就一定啊会有啊这个我执，嗯，然后有了我执，就会有这个。 贪啊，贪欲啊，那有了我执，有了无名，啊。其实有了我执，这个我执当中已经有了这个无名的成分啊。没有无名就不会有这个我执。嗯咳咳，其实有了我执，人我执啊，当中已经有了这个无名，啊。那人我执啊是主要人我执和这个。 无名是主要的这个因素啊，然后贪欲就是次要的因素啊。就因这个主要和次要的因素，然后就是形成了这个轮回啊。那这三个是轮回的根源。其中这个啊，这个无间啊当中的这个我执啊，那、呃、是可以说就像这个呃入中论啊当中讲的一样。 这个就是所有的烦恼的这个啊根源，也可以这么说啊。我们有些时候呢，就会说无明就是所有烦恼的根源，所以它是十二缘起知的这个敌一啊。有些时候呢啊，就说我执啊，就是这个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烦恼的这个根源啊。但是这两个呢啊，并不矛盾的。 啊，不矛盾，嗯，因为有了我执啊，就一定会有这个无名的啊，呃，一定会有这个无名的这个成分啊，因为有了无名，然后就是产生了我执啊，产生了我执。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这个轮回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嗯，也就是首先是啊、呃，产生了什么呢？首先产生的不是我执，首先第一个产生的就是无名啊，无名，然后就是这个我执啊，因为有了无名，就会是就就会有我执，嗯，因为有了我执，然后就有这个我所执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无名和我所执、嗯、啊。 这个产生了以后，然后呢，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烦恼啊，都会呃产生啊，都会产生。所以这个啊，我执是烦恼的这个根本啊，根本根源。嗯，那我们要断除烦恼，要解脱的话啊，要解脱的话，那就是那就是必须啊，这个断除我执啊，断除烦恼。 这样子才能够这个解脱啊，佛啊，这个发现啊，这些都这些才是轮回的根源啊，不是啊造物主啊，不是万能神啊，这些都不是这个啊轮回的这个根源，他们都跟我们的轮回的根源没有任何这个关系啊，只要能够推翻啊，断出。 自己的无名啊，能够这个断出自己的我执，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能够解脱啊，那可以解脱，嗯，为什么呢？因为断出了这个无名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啊啊证悟了这个啊这个啊真相啊，这个宇宙的真相、人生的真相啊呃、啊，然后啊这个真相明白了以后呢，就不会有。 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幻想，或者是这些错觉啊，都不会有。嗯，那没有这些错觉，那就是因为这个错觉而产生的这些烦恼，从此以后啊，也就不会出现了啊。这样子才能够解脱啊。这个时候呢，跟一个啊，这个造物主啊，告行。 和不高兴啊、呃，根本就没有关系啊，根本就没有关系。这就是解脱佛啊给我们治的这个解脱的方法、解脱的这个道路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追求啊这个智慧啊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这个啊《如心论》的这个智慧篇当中啊。 也就是讲了啊，前面的这个啊、呃、六平，比如说啊，这个不是持节等这个六度啊，都是前前五度，啊，都是因为啊，这个为了这个智慧度啊，为什么呢？最后能够解决问题，能够这个断除烦恼的。 啊，并不是其他的，就是这个智慧啊。为什么是智慧呢？因为我们的轮回的根源啊，就是无明啊。无明跟这个智慧啊是对立的啊。要推翻无明的话，除了智慧以外啊，除了智慧以外，其他的都不起作用了。嗯，其他的都没有用啊。然后就是。 呃、另外一个呃，这个轮回的根源就是我执，嗯，我执，嗯，那么我执啊，断出我执啊，消灭我执的话，那就是也是啊，智慧才能够这个断出我执啊。除了智慧以外啊，除了智慧以外，比如说啊，这个啊，慈悲心啊，还有就是啊，出离心啊。 还有这样子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呃观念啊啊，比如说啊，相信对英国的这个信心啊啊等等，嗯，都在这个时候呢啊，不能起到这个最关键的作用。那、啊、因为这些都跟这个无名啊不矛盾啊，这些都跟我们的我执不矛盾啊。有我执有无名的基础上啊。 也可以啊，这个相信因果啊，也可以这个啊，相信这个轮回，也可以修慈悲心啊，这些都不矛盾啊。所以这最后呢，就是需要智慧啊。但是这个智慧啊，怎样啊产生这个智慧啊？怎样去培养这个智慧呢？那就是需要有这些、嗯、啊，这些菩提心呢，啊，菩提心呢。 以及出离心、菩提心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修法呀，啊，那没有这些就、呃，就啊，就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啊、呃，证悟空性的智慧。那、啊，啊、呃，所以啊，就是之前啊，没有证悟之前，这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就经常都是强调啊，这个出离心的修法啊，啊，菩提心的修法啊。 这个并不是说，啊、呃，除了出利性的修法和菩提性的修法以外，啊，没有更高的修法啊。这个并不意味着，除了这个出利性的修法和菩提性的修法以外，啊，没有其他的修法。当然是有了，有很多的修法，但是呢，因为没有这两个修法，啊。 然后我们修其他的法都是根本就不起作用的，为什么呢？这个智慧啊生不起来，需要呃要产生一个这样子的智慧，无我的智慧，也就是说真悟空性的智慧，那就是必须要具备这所有的条件啊，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够啊产生这个产生这个啊智慧 <coughs>，所以我们要修啊这个菩提心啊菩提心。 啊，据说，是画之人魔器这样子的成就之，在一生当中啊，都是修了二十五次这个无加心啊，二十五边啊无加心。我们很多人这个一变无加心都不修啊，修的也就是最多也就是只修一遍啊。那比如说我们啊，画之人魔器这么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之啊。 啊，这个都修这么多的这个无加心啊，那我们为什么不修呢？啊，是根本就不可能的。这个修行的次第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修行的次第呢，一定要尊重这个次第，一定要啊重视这个次第啊。这个次第、啊、没有按照这个次第修，最后啊，最后绝对会失败的。 啊，这个修行的道路上，最后一定会失败的。不相信的话，啊，可以试一试。我们可以不修这个初离心，不修菩提心啊，然后可以给你们穿一个这个生起次第的修法去修啊，试一试，或者是修一个、呃、穿一个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啊，或者是穿一个这个圆满次第的这个修法试一试。两年、三年、五年、八年过去了以后呢？ 啊，这个时候就是很轻，这个时候才知道。那所以这个词体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们最后啊需要的是智慧。但是呢，智慧是怎样产生的啊？这个非常重要。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啊发现了轮回的根源就是无名啊，轮回的根源就是这个我执啊。 啊，轮回的根源就是贪欲啊，但是贪欲就不说了，主要是主要的因素就是这个我执和这个无名。就这两个。嗯，那么我执和无名这两个啊，跟跟跟他们两个完全是对立的啊，就是正悟空心的智慧，我们最后需要的是这个啊。但是这个正悟空心的智慧呢，它也有啊，它的这个条件产生的条件啊。 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以后呢，才会产生啊，才会能够产生这个啊，除了这个智慧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嗯、这个无间啊当中的第一间，啊，呃，然后第二啊叫做这个变间，变间啊，刚才我们跟大家发了一个纸条啊，这个纸条里面都有，嗯，啊，第二个就是啊这个。 啊，变见啊，那变见是什么呢？变就是有变和无变啊，就是一变啊，就是长和短啊，长见和断见。嗯，长见和断见。嗯，呃，这些古代的这些宗教啊，呃，可以分两种啊，一部分多数都是，多数都是这个呃长见，那、嗯、他们都。 成人啊，他们都成了一个呃永恒的啊长住不灭的这个自我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修行，嗯，所以他们都是这个常见啊，然后呢断见啊，断见就是古代的庸俗唯物主义啊，庸俗唯物主义啊，唯物主义就有三种唯物主义啊，辩证唯物主义。 啊，然后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啊，还有就是这个庸俗唯物主义。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这个呃转、啊、法轮之前，就有这个庸俗唯物主义啊，之前就有这种唯物主义，它就是一种断见啊，不承认前世、后世啊，不承认因果啊，呃、啊，比较阴蔽的东西都不承认啊，除了先前的东西。 啊、呃，除了这个五种感官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以外，啊、呃，都都不承认的那、呃、一个一种一种这样子的，这个叫做在佛教里面啊、呃，这叫做这个短见。啊、呃，这个长见和短见啊、呃，两个加起来就是叫做这个变见、呃。这就是边界。啊、呃，然后第三就是斜见啊，斜、呃、见呢啊、呃、就是。 呃，不承认啊，因果啊，不承认轮回，所以就是这个邪见啊。为什么叫邪呢？啊，因为这个轮回和这因果呢，它就是它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然后这个不承认自然的规律，不承认现实啊，呃，不承认这个现实呃现实的东西啊，非帮现实啊，非帮这个自然的规律。 否定现实啊，否定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啊，然后这是一个很邪恶的东西。为什么呢？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简洁啊，如果啊不相信前世今生，嗯，然后又不相信这个善恶因果，这样子的话，那就会就一定会啊，这个人一定会去做杀盗淫王等。 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罪恶的行为啊，所以这个断奸就是这种这种这种邪这种间接呀，是一个所有的邪恶的这个来源啊源头啊，所以叫做这个邪见，啊，所以叫做这个邪见、啊。啊，这是第三啊，然后第四就是这个第四和第五叫做取见，啊，第四和第五。 两个都叫做曲剑啊，为什么叫做曲剑呢？啊，它本身是一个见啊，但是呢，去就是说，它刚刚我们讲的啊，这个断呃、啊，这个呃断见啊，还有就是神见断见啊，正对这些见啊，这些这些啊这些恶见，然后就是不摄取这些见啊。 不摄取这些间，他认为这些间接，啊，比如说这个长间或者是断间，他认为这个是正确的这个间接，啊，正确的间接，他不认为这个是邪见啊，比如说啊，呃，这个呃轮回啊，或者是这个善恶因果不存在的这种啊间接。 这种观点，他不认为这个是邪见啊，他不认为这个是错误的观点，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啊正确的观点，所以啊一直都啊这个不放弃不舍弃啊，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啊、呃、很正确的很啊这样子的这个观点，那、啊、这种这个啊间接就叫做曲见啊，这个叫做曲见。 去就是不奢取啊，不奢取，为什么不奢取呢？他认为这个就是啊、呃、正确的观点啊，所以他他就是这个呃嗯不呃这个，所以他不奢取啊，这叫区间啊。那区间就要分两种区间，一个叫做间区间啊，第四就是间区间啊，间区间是什么呢？间这个地方的间就是所有的啊。 错误的观点的这个代表啊，这个间见曲见,见的这个前面的第一个间是代表所有的错误的观点啊，代表所有的这个错误的边界。嗯，那见曲见就是说，啊，任何一个啊这个错误的观念都是一样啊一样的，他认为这个是啊准确的啊，然后不奢取啊这样子的这个错误这样子的间界啊，他。 这个叫做见曲见啊，见曲见啊，这个间啊有这个间呢，它是不一定的啊，有各种各样的见，凡是错误的见解都是一样的啊。任何一个错误的见解啊，我认为这个是准确的啊，准确的观点。然后就是啊，舍不得放弃这个见解啊，一直都啊，这个呃不舍去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种见解。 这它其实这也是一种间接啊，那这个间接就叫做就叫做渐趋渐啊，渐趋渐，嗯，呃，渐趋渐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家庭当中啊，比如说儿女就是这个学佛了啊，然后呢，父母爷爷奶奶就是不学佛了啊，他就认为这个啊轮回不存在啊，因果不存在。 这个观点啊是唯一的这个正确的这个世界观啊人生观，他觉得这个观点是没有错啊。那这叫做渐趋见啊，这个这个父母的这种观点，这叫做渐趋见啊。当然不是所有的父母，个别的，嗯，这个叫做渐趋见，这是第一个，嗯啊，这个为什么要啊？这个为什么是这个烦恼就列为烦恼根本的烦恼当中呢？啊，简解啊。 是对一个人的这个啊生活也好啊，一个人的这个呃对一个人的这个欣慰啊来说，这个简洁是很重要的啊。然后错误的见解啊，他不承认是错误啊，一直都不放弃的话，那这个一定会导致很多的这些呃这个呃后果啊，所以是一个烦恼的呃、啊、一个根源，所以这个是。 很严重的见取见啊，这是这个第一。呃，然后第五呢啊,解经啊,解经啊,啊,啊，戒禁啊，戒禁啊，取啊取见啊，戒禁是什么呢啊？戒和禁就是说劫驴还有精致的东西啊，不能做的事情，嗯啊，不能做的事情。这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佛教有无杀盗淫妄啊，是劫啊，劫杀劫倒啊。 金也就是一样的啊，就这个呃，这个金沙啊，金刀、金制沙沙海啊，金制头刀啊，就佛教来说，这些都是这个捷径啊。那外道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啊结晶，有各种各样的，有苦行僧，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啊，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捷径。 那这个结晶有些这个啊结晶呢是根本就是对这个轮回啊对解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去故意去啊折磨自己的身体啊，啊等等，嗯，其实这些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真悟空心啊，没有真悟空心的话，那。 只是折腾自折磨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解脱呢？这是不可能的啊！身体啊毁、呃、掉了啊，但是呢，会啊又会产生啊另外一个这个身体啊，主要是在内心当中啊，在精神上啊，这些烦恼没有解决的话啊，没有解决这些烦恼，然后呢，在身体的这个苦心。 是不解决轮回的根源啊、嗯，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些苦心啊，这样子的很多的这个苦心，其实这个跟解脱是没有用的，没有没有关啊，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用的，嗯。但是呢，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见解不一样啊，比如说啊，佛教那、啊、这个觉得啊，这个杀生啊是啊这个啊所有的这个罪过当中啊。 啊，最严重的啊一个这个罪业，在任何情况下啊都不允许杀生。但是呢，啊就是一些古代的一些古老的这些宗教当中呢，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啊，比如说以牛啊、马、羊来这个啊来这个供养他们的神啊，然后呢，他认为这样子。 可以这个解脱啊，甚至是以人啊啊这个供养啊供养，比如说小孩啊、妇女啊这样子杀了以后呢，就供养他们的身啊，过去是有的啊，上个世纪都有啊，有些地方呢悄悄的这个做这样子的啊呃这个供养啊都有啊，那。 这些他们认为啊，这样子就可以啊解脱，嗯，但是佛教就认为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那、嗯啊、杀害众生啊，是啊，这个在任何情况下啊，都是啊这个罪过啊。那造罪反而啊就不能解脱啊。这个不但是这个不不但是不能成为解脱之因，反而啊就是就这个。 不能解脱，嗯，那这个观点啊，这样子的观点，就是这样子的这些观点呢，这些错误的观点啊，呃，都叫做这个经界这个地方的这个结晶啊，两个就是就代表所有的啊，代表所有的这些啊，节律精致的东西啊，然后呢区间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以。 众生的生民啊，这个作生的这个供养啊，等等，还有这个杀害众生啊，这些事情呢，在任何情况下啊，都是罪过啊，呃、啊，不可能是这个成，不可能成为是解，呃、成为解脱之因。但是呢，啊，有些啊，这个人呢，他认为这个是准确的啊，这个就是呃，能够解脱的，这个能够做。 解脱的方法啊是正确的方法啊，那他认为这个是正确的方法，所以啊他不舍取，嗯，啊这叫做这个啊这个解禁啊区间啊这个是第五个区间，那、啊、那这五个啊，呃、啊、这五个区间啊这这五个恶见啊这五个恶见都在这个啊都都叫做恶见啊都是。 六个烦恼当中的一个啊，然后这个恶间呢可以分这么五个啊，五个恶间，加起来就是十个啊，根本的烦恼啊，这四个叫做这这四个就是十个根本的烦恼。嗯，那我们现在啊一定要明白啊，我们学佛是为了什么啊？学佛是为了什么？嗯，学佛就是为了断除这些烦恼。 啊，学佛就是为了断除这些烦恼。那、嗯，那学佛成不成功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学佛成不成功啊？我们学佛的目的有没有达到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学佛修性啊，有没有能够对治啊？有没有变成这个对治这些烦恼的啊对治力？嗯。 烦恼减少了没有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十个这个十个根本烦恼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啊学佛十年了啊，那学佛十年啊，当我们刚刚进入佛门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在这个十年十年的过程当中啊啊，那我们的无名啊减少了没有啊？然后就是贪嗔啊痴啊，这、啊、这个地方是痴。 贪嗔痴慢疑啊，这些都啊，这个有没有啊，这个减少啊，有没有减少？如果没有减少啊，就是跟这个过去我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那、啊、跟现在完全是一样的话啊，那我们就是这个啊，这个我们的学佛就是不是很成功了啊。 闻思修啊，以及其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心善啊，当然不能说是浪费了，不能说是浪费时间啊，不能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啊，当然是有意义。但是呢啊，这个呃，真正的学佛就是啊，断除烦恼啊，所以我们啊，还是这个要去反省啊，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 啊，修行的这个啊、呃、结果啊，修行的唯一的结果就是要断除这些烦恼啊，或者是控制烦恼、减少烦恼啊。我们目前啊，断除就更不用说了啊，控制烦恼啊，啊，减少也就是啊很难了啊，减少都很难啊，连控制啊，连控制都呃不能控制啊。 就是遇到一些生气或者是贪心啊、傲慢这样子的这个对境的时候呢，啊，我们跟这个根本没有学佛的人是一样的啊，升起这个诚恒心啊，升起这个贪心、慢心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嗯，这个呃、啊、学佛的意义啊，实际上就是啊，并不是很大了啊，并不是很大，所以。 我们的上师啊、呃，也经常这样子讲啊，这个佛经上也也也经常讲到啊，这个就是啊，学佛学的好与不好啊，成不成功，就是要看自己的烦恼啊减少了没有啊，断除就很难了啊，断除就是很难，我们先不谈，减少了没有啊，减少对我们来说也很难啊，控制能不能控制得住啊？ 空指也不行了啊，那就跟其他人一样的话，那就是这个学佛啊，文思修当然是有啊，善根啊，有善根，有福报，这个就是肯定的啊。但是除了福报以外啊，除了福报，福报我们磕头也有啊，收戒也有啊，除了文思修以外，这些都有福报。啊、那那。 文文思修也就只有这个啊，文思修的结果也就是这个福报而已，其他没有这个真正的对修心上没有起到作用的话，那这个是真正的失败了啊，这个是真正的失败。那为什么失败呢？ 这肯定是我们自己的方法没有对啊，方法没有对，我们这个碎烦恼当中，就后面就会讲到这些因缘啊原因啊，后面就会讲到这些原因，所以我们平时嗯都要观察自己啊，观察自己，观察什么呢？观察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呃是根本烦恼啊减少了一点点没有啊？当没有学佛之前跟现在比较的话。 有没有一点点进步啊？肯定是有进步，其他方面是有进步的。至少啊，我们的观念啊，还有一些这个生活的方式啊，这些方面呢，呃，肯定是有啊，有进步的。这些也算是一种进步，嗯。但是呢，啊，这个是都不是核心的问题了啊。最核心的、最关键的，就是要要这个减少啊，断除这些烦恼，这个非常重要啊。 那我们前面讲的是这个叫做十个根本的烦恼，呃，然后接下来就是二十个这个碎烦恼啊，碎烦恼就是说前面讲的这个六个烦恼啊产生的时候呢，就跟随这个六个根本的烦恼，然后后面的啊二十个这个呃这个嗯这个碎烦恼啊。 他们也会啊，跟随他们产生的，所以叫做碎烦恼啊。呃，也可以说啊，这个二十个这个碎烦恼呢，可以说是这个前面的十个根本烦恼的呃部分啊，他们的一部分啊，也可以这么说啊。那这个是第一个是什么啊？大家可以看这个纸条上啊，这个顺序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那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坟啊，坟墓。 坟，嗯，那粉是什么呢？啊，坟跟这个晨恒性啊有什么差别呢？啊，晨昏性呢，嗯，它就是啊升起了，啊升起了，啊，然后焚啊就是在在一般的这个升起，还有就发展啊，发展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呢？啊，就是开始大人啊，正式要去大人的啊这种程度，它就发展到这种地步的。 这个情绪啊，这叫我们这个普通一般这个叫做毁灭性的情绪，这叫做已经是，已经现在已经不是情绪，就是然后就是负面的情绪，然后是毁灭性的情绪了啊。那这个就刚才那个我们在根本这个烦恼当中讲的呃呃嗔恨心是总的来它的总体啊嗔恨心。 嗯，不分它的大小，就是嗔恒心啊。那现在这个“愤”呢，啊，不仅是一个嗔恒心，而且发展到一定的这个啊程度啊，发展到正是要去打人的啊这种程度。比如说，我们首先两个人啊就不高兴的时候呢，生气了啊，还没有去打人，还没有去骂人，这个时候呢，啊，是一个根本的烦恼啊。这个时候是一个根本的烦恼啊，这叫做。 诚心啊，诚啊，然后呢啊，两个人就是吵架，然后最后啊，这个诚恨心越来越越来越大，最后就是发展到啊，要真要去打的啊，打架的啊，这个地步啊，这时候的真要去打架打人的时候的这个这个诚恨心这个情绪叫做分啊，这叫做分，嗯，啊，这是。 这个啊，二十个税烦恼当中的一个最严重的，尤其是啊，尤其是这个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说啊，这个烦恼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一定要这个注意啊，我们都是学啊，不但是学大乘佛法，而且是学密法的啊，学密宗的。然后我们学密宗的人啊。 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金刚道友当中啊，如果产生了这个粉啊，那就是要去打了啊，那这样子的话，立即就会啊翻密成劫啊，立即就会翻密成劫，这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罪过了，非常严重的罪过了。所以啊，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啊，自己的情绪要掌握，或者是要认识啊，什么时候是。 呃，烦恼啊、哦，这个根本烦恼啊，什么时候是这个？那、呃、这个，啊、呃，这个虽烦恼啊，那根本烦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啊对峙啊？然后就是它发展到这个另外一个，变成另外一个这个烦恼的时候呢，怎么样去啊对峙啊？ 这些都是很重要了。有些时候我们平时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根本就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是根本烦恼，什么时候已经发展到随烦恼，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生气了啊，其他都不知道。那呃，陈恒心在这个啊，这个大乘佛教当中啊，陈和陈恒也不能这么说，陈心啊，陈分恒啊都要分开的啊。那陈。 啊，是这个根本的啊，它是根本的烦恼。这个时候都比较好容易啊控制啊。那、啊、这个时候还不去控制的话，它会发展到啊焚的这个阶段啊。然后分如果过了啊，那它就虽然是很严重的，但是如果过了就可以了。但是呢，还啊不放弃的话，那就是变成横啊，它是这样子分的。所以焚啊。 这是非常严重的啊！学大乘佛法的人来说，这个这个烦恼是非常严重。学密法的人啊，对这个啊金刚道友啊，对金刚道友升起这个这样子的分的话，那就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金刚道友呢，凡是学密宗的人都叫做金刚道友啊，认识的、不认识的一个上师的，或者是不一样的上师啊。 或者是听一样的弥法，或者是听不同的这个弥法，都无所谓，都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这是这是啊非常啊严重的问题，这个分啊是很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啊控制住啊，能减少那就是最好了啊，不能减少的话，那也一定要想一切办法控制，不能不能把诚啊诚心。 发展到这个分啊，那这样子是很危险的。这是啊第一。然后第二呢啊，就叫做横啊横啊横是什么呢啊横就是啊，比如说有些人啊啊愤怒了啊，去打人了啊，但是呢立即啊就这个后悔了啊，立即后悔了，后悔了以后呢，过去的这个首先是成啊发展到分。 但是呢，分再没有发展下去了啊，就后悔了。大家比如说是金刚道友也好啊，普通的同事同学也好，相互之间道歉啊，啊，这样子忏悔啊，忏悔这样子呢，那就是虽然是发展到这个分啊，但是呢，它没有变成横啊。那横是什么啊？横是，就去大人了啊。 就是就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愤怒、呃這個、啊，然后呢还是最后啊还是不啊啊不去啊这个还不后悔啊不道歉啊，一直都这个坚持啊这个愤怒啊坚持愤怒坚持这个呃愤啊坚持仇恒心啊。 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啊，都相互之间不道歉啊，这样这种心态啊，叫做恒啊，这叫做恒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最好不要有这个嗔啊，如果有嗔，千万不要有这个分啊，如果有分，千万不要有恨啊啊。那恨就是坚持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恒。 存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狠的地步，那就是后悔都没有办，法不是忏悔都没有办法忏悔了啊！如果没有恨啊，虽然是有分啊，但是可以忏悔的。这个时候立即觉得不对啊，后悔了啊，那就可以忏悔了，相互之间道歉啊，后悔啊，这样子也可以，这个罪过也可以忏悔的啊。但是有恨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啊。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啊忏悔啊，他根本就不后悔啊，他根本就不认错啊，他觉得啊，他对某一个人的这个嗔和这个分啊，他认为这是合理的啊，那、呃、有道理的啊。所以他就是啊不放弃，那、啊、这叫做恨啊，那、啊、大乘佛教徒绝不能这样子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根本就是不没有资格啊。呃、啊。 这个自称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徒啊，那这个修行人呢，这些更不用说了，念大乘佛教徒，嗯，啊、呃，都谈不上了。那、呃、不能有这个恨啊、呃！如果我们啊、呃，比如说这个同事之间也好，啊、呃、啊，金刚道友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呃、这这个之间呢，产生了矛盾啊、呃，相互之间。 啊，这个有一些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有沉有恨，而、啊、不是有这个愤啊。但是呢，啊，不要坚持啊，不要坚持。啊。最好就是当天啊就道歉啊，当天就要道歉啊。如果当天不能道歉的话，那就是不要不要，也就是说呃、啊，不要超过二十四小时啊，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嗯。 忏悔，呃，道歉啊，这样子。如果二十四小时过了啊，那就是最好这个不要过一个月啊，一个月一年这样子过去，那就是这个罪过就越来越严重了啊。所以这叫做横，这、就是横啊。然后第三就是恼，烦恼的恼啊，恼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刚才一样的，这这这个也实际上就是这个。 呃，诚啊，诚、呃、心啊，诚、呃、心发展，然后又发展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啊、呃，前面的这个愤就是这个啊、呃，他发展到打人的啊、呃、这个地步了。那这个就是说粗语啊、呃，骂人的这个地步啊、呃，就内心的这个诚心啊、呃，就是发展发展到啊、呃，就这个骂人说出语啊。呃 这个地步，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成心，实际上是一种诚心，嗯，它的本质啊，就是诚心，所以就是根本烦恼啊。然后呢，它就是发展到啊说出于骂人的阶段啊。那这个阶段啊，就叫做啊这个阶段就叫做恼啊，就是烦恼的恼啊。实际上这个也是啊，也是成，也是成。 贪嗔痴当中的嗔啊，这这就我们刚才讲的三个都是嗔的啊不同的阶段。嗯，嗔啊啊、呃，坚持叫做横啊，嗔发展到大人的地步叫做焚，嗔啊发展到骂人、出语啊，说出语的阶段叫做恼啊。那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这个啊。 这个情绪啊，千万不能有这样子的情绪。有了这样子的情绪，第一个啊，自己不幸福啊，不开心啊，不快乐啊。然后呢，就有嗔恨心的时候啊，身体就会分泌很多的毒素啊。然后呢，更健康啊，有害于健康啊。然后就是造业啊，造业啊，嗔恨心就是造。 最严重的也，然后身边的这些同事、同学、道友都不开心啊，都不开心。所以这个就是，这些都是最严重的烦恼啊。这个是严重的违背大乘佛教的这个最核心的啊，啊这个思想啊。大乘佛教呢啊，始终都是强调慈悲心啊，慈悲心就是大乘佛教的最核心、最关键的思想啊。那 这个嗔恨心呐、啊，嗔呐、啊、愤呐、啊、恨啊、恼啊，这些都是呃，直接啊、呃，这个对啊、呃，这个呃，跟这个嗯、呃、慈悲心是矛盾的啊，所以我们想一切办法要要要要,要这个对峙啊，要对峙这些烦恼啊。呃，有些人也说啊，这个学佛的人呢、啊。 啊，其实啊，这个呃，就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跟不学佛的人一样的啊。学了佛也没有什么意思呀，没有看到他们的进步啊。有些人这样啊，有些人会有人这么说啊。但是这个当然不是所有的学佛人是这样子、啊，但是啊，一部分的这个学佛的人，我们不能不承认啊，是这样子。为什么呢？那、嗯啊、因为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学佛的这个核心的。 啊，这个呃，价值啊，就是在于这个文思修啊，在于文思修。那绝大多数的这个学佛的人就不文思啊，不文思修行啊，不文思更不修行啊。那这样子的话，虽然是在做一些好事啊，做好事、做善事、烧香拜佛，但是呢，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去克制啊。 自己的这些烦恼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对治啊，这个成恒性啊。那么这样子的学佛的人呢啊，他虽然也在学啊，也在也在这个做善事，但是呢啊，就是在控制这个烦恼的问题上跟其他人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对治啊。这个烧香拜佛啊，求保邮。 啊，这些是没有办法对峙这个平恒性的，对峙不了的啊，因为他们是不矛盾，嗯，不矛盾，所以一部分的人呢，嗯，啊，是这样子啊，那另外一部分的人啊，虽然是在文思啊，虽然是在文思，但是不修啊，不朽啊，一直都在学习啊，文思啊，啊，但是呢，把这个佛法啊，当做一种文化啊。 去研究啊，把佛法就当作一种哲学啊，去这个学习啊，研究啊。 啊，自己不修啊，这个这些人不，并不是说对佛没有信心，那有信心啊，有信心。比如说我们这一组的啊，对佛有信心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啊，不是说你们不修行，如果我们不修行啊，然后天天都是去这个研究《乌不大论》啊，这样子的话，那研究《乌不大论》当然是好，但是呢，因为不修行，这样子去研究的话，那就是跟这个跟这个学校里面的教授啊。 呃，和没有什么差别了啊。他们也在研究，但是呢，多数都是呃，这个不信佛的啊，多数都是不信佛的啊。他根本就没有啊，去修行啊，解脱呀、啊，没有这种这种观念啊。他就把这个当做一种文化去研究啊。那我们学佛的人也会变成这样这种人啊。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对峙。为什么这个文思啊？ 文思的智慧啊，它是一种理论啊，理论就是纸上谈兵啊，这个是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这个不解决问题。所以这帮人呢，也就是啊，遇到问题的时候跟不学佛的人是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啊。那另外一个人呢，啊啊呃，在文士修行也在修行，但是呢，修行不到位啊，修行不到位，嗯，所以。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也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啊、呃，所以，我们嗯，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学佛的目的是为了断除我们的这些烦恼啊。我们现在讲的这这这这个三十个烦恼，其实啊，这个就是啊，不让我们活得解脱的根源啊。 啊，就是这些了，没有没有别的啊，不是神，不是鬼，都不是啊，就是这些情绪啊，就是这这些自己的情绪，不让我们得解脱啊，不让我们活得解脱啊，并不是鬼啊，并不是神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想一切办法，要克制、控制、减少、断出啊，最后最后是断出啊，最后是断出啊，啊，断出是。 整五了以后的这个啊端整乌以后才能够端出啊，煎烧是还没有整五或者是有一点点初步的整五啊，还有这个时间的产停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减少。但是不能端出啊，可以减少啊。那控制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也就是有些时候呢，稍稍注意一下的话可以控制，但是我们不注意的话，那就是连控制啊都不能控制了。 所以这个、嗯、是啊、呃、很重要，那、嗯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能认为啊，我们学佛就是学的多一点、啊，然后把这个无家性的这个呃这些数字啊，十万个十万个做完了就就一切都一切都啊很圆满了啊，其实就根本就不是了，这些就是我们还是要看自己的烦恼啊呃有没有减少啊。 短出就是有点早啊，但是又没有减少，那没有减少，那控制的时候呢，是不是比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容易控制一些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进步啊。那如果我们这烦恼一产生的时候呢，啊。 跟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跟现在一样的不好控制哦。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学佛学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啊、呃，没有学的对啊，学的方法没有对。这个就是我们要重新去啊、呃、思考这个问题，这非常重要啊。这是这叫做恼啊，烦恼的恼。然后就是害啊，害。这个顺序有点不对，这是这个后面就是害啊。 海就是伤害众生的这种啊，这个情绪，嗯，这种情绪啊，海就有这里面就这个范围有点广啊，有可能是打，有可能是杀，有可能是偷，有可能是啊偷就不是了，就啊偷也是是就以嗔恨心啊、呃，不，比如说两个人啊不高兴的话，那就去偷偷他的东西啊。 保福这样子也有啊，那这些所有的这些都包含了这个当中了啊，都包含这个范围比较广啊，这种海中生的啊，这种这个形态啊，这叫做这个啊，这个叫呃，这就是海啊，那这是这也是诚信啊，也是诚信啊，但是诚信呢不一定是海啊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啊，很神奇啊，很神奇，但是呢啊。 我还没有想到要去害众生啊，自己生气，但是呢，没有想去要害众生啊。那这个就是这个诚心发展到一定的这个啊阶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这个时候的情绪叫做海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这个时候稍稍不注意的话啊，那这就是会去啊害众生。那害众生这里面。 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呃，这这个啊不好的行为啊，这里面都各种各样的行为啊，那、啊、这个就是海啊，然后就是嫉啊基妒啊基妒啊，这个就是尤其是现代人啊，就是虽然有钱有权啊，什么都有了啊，最后还是不能幸福的啊，主要的一个这个啊原因。 就是这个基督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嗯，基督啊，基督的这个对金是什么呢？啊，对金是其他人的啊有点啊，比如说其他人比我们，你比我有钱呐啊,啊，或者是其他人比我有这个圈啊，其他人比我有这个名声啊等等。嗯，那这个时候是有两种可能，比如说我们啊。 就看到某一个人啊，比我有钱啊，或者是比我啊修行修得更好啊，更精进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两种问，啊，会产生两种情况那情绪，嗯，一个情绪是什么呢？欢喜啊，一个是欢喜，非常高兴啊，这个有一个道友比我学得好啊，比我修得好，这个时候呢，我很高兴。 啊，非常的高兴，就像我自己修得好一样的高兴。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七支功里面的这个，啊，这个呃水、啊、系啊，这个功德相当大，非常好。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可能了啊。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嫉妒啊，另外一个可可能是嫉妒不高兴啊啊，不高兴什么呢？因为他比我学得好啊。 他已经超过啊，超过我了啊，所以我就不高兴，我心里不高兴，嗯，啊，这个不高兴的后面呢，啊，就会产生其他很多的啊这些情绪啊，比如说沉恨心呢，啊等等都有啊，但是目前他就是一个不高兴啊，不愉快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啊，这这样子以后呢。 啊，这个这个这个称，呃、啊，这个基督啊，一旦有了这基督以后呢，然后这就是自己呀啊,啊，很痛苦的，啊，自己就是很痛苦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啊,啊呃，在这个很多的科学的研究上啊，也也有这样子的报告。平时啊，平时呃少、啊、看电视啊，少看广告。 啊，少看电视，为什么要少看电视呢？因为这个电视广告里面呢，总是啊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有钱人的呃生活的这种方式啊。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啊就是去就就会产生一种嫉妒心，嗯，嫉妒心啊，因为他啊有这些我没有啊，那凭什么我没有呢？啊，就是啊，神起这种啊这个呃。啊 不愉快的这个心情啊、呃，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时候啊就刺激啊，受到刺激以后呢，然后就是增长啊，这个贪欲心，刺激这个贪欲心，然后呢，然后不顾手段啊去挣钱，或者是去犯罪啊都有可能，这都是这个嫉妒的啊，嫉妒的这个呃追呃这个后果啊，呃。 就是说，反正反正有基督的人啊，反正有基督的人永远都不会幸福的。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为什么呢？我们的身边啊，我们的身边总是啊有人一定会超过我们的啊，这不可能。这个我们所有人当中，我是啊，我是啊最顶尖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从方方面面呢啊,啊，都会有超过我们自己的人。 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啊，每当看到超过我们自己的人的时候呢，然后就嫉妒的话，那这个嫉妒就是嫉妒的本质是什么呢？嫉妒的本质是不愉快啊。嫉妒的本质啊，什么叫做嫉妒呢？啊，我看到他的这个啊，他的这些优点啊，或者是他超过我的啊这些他的知识也好、地位也好、名声的时候呢，然后我不高兴、不愉快啊。 啊，这个嫉，这叫做基督。基督的本质啊，就是不愉快啊，不开心啊。基督就是不开心。嗯，那平时我们的不开心跟基督有什么差别呢？平时的不开心呢，就是来自于啊，就生活上、现实生活的各种各样啊。那这个不开心就是来自于别人超过我了啊，这个就是这的来源不一样了啊，本质。 当然了，有个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除了嫉妒以外，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这个这个不愉快，就是因为别人有钱了，我不高兴了啊；别人学的好，我就不高兴了；别人修的好，我不高兴了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在修呃这个吴家兴啊，刻这个大礼拜十万个啊，那我只修了一千一千贬的时候啊，别人都已经。 啊，一呃、啊，这个啊，不是，我只修了一万遍的时候，别人都已经修完了啊，然后就我就不高兴了啊，不愉快了哦，这样子就是是这个就是对法的这个嫉妒啊，对时间的嫉妒呢，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对，对、啊、在别人比我有钱呢啊,啊，别人开的车啊比我啊开的车好啊，别人住的房子。 比我住的房子好啊，别人的存款比我的多啊，别人的衣服啊比我的贵啊，别人戴的表比我的贵，等等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是别人背的包包啊比我的好啊，等等，这样子以后呢，整天都是啊，整天都是不愉快呀、啊，不愉快戒着不愉快，不愉快戒着不愉快啊。 每次看到别人的好的东西的时候，然后立即就不高兴了啊，立即就是不愉快啊，那就多辛苦呀，这样子多辛苦啊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叫做基督啊，基督是非常严重的。平时我们不怎么、嗯、啊，不怎么注意这些事情啊，这个不太注意，呃，或者是不太深入的去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的来源啊，还有他的。 这个后果啊，以及它的本质，我们都不是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不研究啊。心理学家去研究啊，哲学家也研究啊，佛学家当然就研究了。那除了这些人以外，很多人都不怎么研究这些，所以大家都呃经常在呃经历这样子的这个体会啊、呃、感受，但是呢呃大家都是啊、呃、不就比较忽略啊，其实这个是不能忽略的啊，那就跟。 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啊有关系，跟我们的解脱有关系啊。这个基督是啊，千万不能有基督。如果有了基督啊，就是呃很啊很这个呃呃辛苦的啊。然后多数的人，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的人啊，对少部分的人啊，这个呃有基督的时候呢啊。 然后这个社会就是发生非常非常大的啊、呃、变化了，历史上都是这样子，所以有嫉妒是非常的这个危险的啊，或者是一个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啊有这个嫉妒啊，大的不说就个，这个就个人的问题啊，有嫉妒的话，那如果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人、不讲道理的人的话，那就是啊他有可能。 啊，就是啊，去破坏啊，以不正当的手段去破坏啊，就另外这个人的这个心腹啊，或者是另外这个人超过自己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的。这个我们经常在这个啊新闻电视上经常看得到这样的东西。这什么呢？这就是这就是啊，这个嫉妒啊，这个就是嫉妒。嗯，啊、呃，这个《环球科学》的这个杂志。 啊，上有一个报告，就是说，呃，如果你要想想幸福的话，那就不要去看邻居家里啊，是为什么呢？邻居家的家具啊，有可能超过啊我们家的家具了啊。那邻居家的这些很多很多这个呃，这个这个电子产品，嗯，电器有可能啊超过我们了啊。这个时候呢，呃。 我回来以后就是很不开心了啊，很不幸福了。所以最好就不要看邻居啊，你自己有多少就用多少，就别人的东西就不要去看啊。说是这么说，但是呢，广告是什么呢啊？广告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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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这个作用的，要嫉妒心啊。有了嫉妒心以后呢，就想一切办法去要卖一个比他的好的东西啊啊，这样子以后就是相互之间的评比呀、啊，显示。 他的是啊，他开的是二十万的啊，我的是十万的啊，然后我想一切办法，我要去开一个三十万的啊，然后呢，他一他翻过来啊，给我对我嫉妒，然后呢，他要开一个四十万的，然后我要开一个五十万的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啊，这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心态是非常的不健康的，这个心态啊不健康的情绪。 呃，所以呃，不能这样子啊，就是再有钱的人啊，再有钱的人，也就是不愉快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因素啊，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嫉妒啊，这个嫉妒。有钱的人虽然很有钱啊，在从金钱的方面讲啊，比如说这个人是全世界的第一第一啊首富啊，但是呢，另外的方面呢，当然他有很多啊这个缺陷呢、啊。 啊，有很多地方是别人超过我的地方了啊，那我就是因为我就有这么多的钱，但是呢，这个钱啊啊不给我带幸福，然后就我比如说没有没嗯，比如说身体不健康啊啊，这个呃没有文化呀啊等等啊这方面啊，那就是就就嫉妒别人，然后就这钱就不能带带来幸福了啊，然后其他的就更多的东西就不让啊幸福啊。 不让这个过愉快、愉快的这个生活啊，这样子的，所以这基督啊、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从我们一个学佛的角度来说啊，我们看到别人的啊这个佛法的这些啊，就比如说修行呐、啊、文思呀这样子的时候呢，或者是念经、烧香拜佛啊，比我们好的话，那我们也要学习啊，要学会啊人的这个。 情绪啊，都是任何一个好的、不好的，都是可以学的啊，可以培养的，可以训练的啊，这个是肯定的啊。如果经常就是啊，习惯性的啊，就经常就是啊，对别人看到别人的好东西的时候，就这个嫉妒的话，那就是习惯性的啊。每次看到别人的世间的初世间的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是啊，就。 不高兴了，立即就不高兴了，那、嗯、立即就不高兴啊！那他有东啊，他有民生，他有权利啊，这个对我有伤害吗？没有一点伤害都没有啊，对我没有一点点的损失。但是呢，我就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没有理由啊，啊，没有理由。但是呢，这是已经是习惯了啊，已经习惯了啊。 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一直都是这样子。现在就是没有办法了。虽然是对我一点损害都没有，对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我就不高兴啊。那这样子，我们不是为了大家都是为了幸福吗？尤其是啊，尤其是不承认后世啊，不承认这个因果。 不追求解脱的人呢？那唯一的所谓的幸福就这么几十年当中了啊！这个几十年当中，如果不幸福，那就一切都结束了，以后就根本就没有什么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不是希望幸福吗？那你就要幸福啊！什么是幸福啊？什么是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东西？什么是不幸福的东西？那不幸福的就啊、呃，就给我们带来不幸福的这些情绪啊、呃，那就是尽量的去。 啊，尽量的去这个呃、啊，去去这个控制啊，但是不控制，所以世俗人有钱也不高兴，有钱也不幸福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不了解这些内心的这些活动，精神上的活动啊，不了解他们的后果，然后就更不去啊控制这些，所以不幸福了啊，所以不幸福。呃，这是这个是吸毒啊。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啊别人的这个啊、呃，超过我们的东西的时候啊啊这个呃佛法啊上面呢出时间的方面我们要随喜啊随喜啊时间方面比如说啊别人比我健康啊。 比我有钱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是要修思无量心当中的细无量心啊，细无量心啊，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一个比我超超过我的，或者是非常健康的、非常幸福的人呢啊,啊，没有这样子，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人，那我们怎么样修细无量心呢？啊，细无量心是对啊健康的人。 对幸福的人修啊，并不是对地狱的众生修习无量心呢。嗯，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人，怎么修习无量心呢？啊，这是，这是，这是很，这是很，啊、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啊。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子训练啊，这样子训练的话，那这个也啊，慢慢的变成一种习惯啊。到时候呢，嗯，看到一个啊，这个比我们健康的。 比我们有钱的，或者是比我们修行好的人的时候呢，啊，习惯性的啊就高兴了啊，习惯性的就是这个随喜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修行人，嗯，所以这积都是非常严重的咳咳。啊，这个二十个这个水烦恼当中啊啊。 虽然不是，虽然没有包含所有的烦恼，烦恼不不不不,不仅仅是这这二十个啊，但是佛啊就觉得啊最关键的啊最重要的啊这些这些烦恼啊就是在这个二十个当中了啊，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重视啊，然后啊基督啊，然后就是福啊，福就是福藏啊，把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翻解了啊。 或者是犯罪了啊，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啊啊时间的这个不道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啊，然后就不给别人讲啊，不给别人讲啊，啊这、就是隐瞒啊，这个是为了什么呢啊？为了呃这个啊，为了别人，如果我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了啊，我就没有收入啊，别人欺负啊，在别人面前啊。 抬不起头啊，等等啊，损害我的名声啊，就是为了这样子的心态。然后呢，自己的嘴也啊，自己的嘴也，就是福藏啊，这叫做福啊，这叫做福。哦，这个是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烦恼。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永远都不能啊，永远都不能忏悔啊。然后不忏悔的话，永远都没有机会啊。 清净罪业啊、呃，永远都没有办法清净罪，所以福啊也是很严重的这个烦恼，嗯，这种情绪啊，把自己的不好的东西啊，就呃佛经里面讲啊，比如说我们做错事啊啊犯戒也好啊啊，或者是这个犯罪也好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不道德的事情也好啊啊，尽量的说啊。 尽量的说说出去了以后呢，啊，那这个就是自己的罪业，就是啊，会减少啊。别人的这个啊犯罪啊，或者是这个呃犯戒啊，这样子的行为呢，尽量的不说啊。别人的过失尽量的不说，自己的过失、自己的这个缺点，尽量的说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这些罪业呀，啊，这个都会减少，就会慢慢的会减少的。 这是啊一个啊，然后狂啊狂啊狂是什么呢啊？狂就是说啊，又是为了啊，为了自己的名声啊啊，就是希望希望得到啊别人的这个恭敬啊，还有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这个啊供养啊等等嗯，然后就说啊自己没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啊，没有任何的功德啊。 但是也就是说，我有功德啊，说我是活佛啊，或者是就转世了几百几百七十八十世了啊，就很了不起的，有神通，又怎么样啊？等等等等啊，是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是什么什么，莲花圣大师的时候又是什么什么啊？现在又什么什么啊？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行为啊，叫做狂啊，这种情绪啊。 叫做框，这种框就是这样子啊，嗯、其实,实际上是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功德的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功德的。但是呢，就是为了这个啊，刚才说的，就是为了公锦啊，就是为了财产啊，名医就是为了命和利啊，就是为了名和利啊，就为了这两个字，然后就是啊。 就虚锤自己啊，说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人啊，这样子啊，这就是叫做这个，这叫做狂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以外，还有吗？当然还有了啊。现代人这个非常严重，这种所有的这种虚荣啊，所有的这种虚荣心啊，基本上就是这种心态啊，这种心态，嗯，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啊，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啊。 但是呢，就是认为啊、呃，穿个啊、呃、名牌的衣服啊、呃，背一个名牌的包啊、呃，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啊。那、呃、这种虚荣啊，这种虚荣就是就是。 类似于狂，但是这个还不是完全是狂啊，类似于狂比较接近这个狂的这个心态。嗯，那这个狂啊，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烦恼啊。那为什么呢？啊，这其实是一种撒谎啊，其实是一种这个撒谎欺骗的一种心态，呃、啊，欺骗的心态。啊，所以我们经常啊，就是要。 要学会啊，一个啊，学会一个东西啊，一个东西什么呢？凡是说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啊，凡是经常讲我是很了不起的这种人啊，是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啊，一定要高度怀疑，坚决不能轻易的这个相信啊，轻易的相信这个。呃，现在很多这样子的人呢啊,啊，就是给自己给自己写专辑啊，然后就是。 呃，以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啊，去宣传啊，去宣传自己。那为什么要宣传自己呢？如果啊，通过这个宣传啊，然后我有名了啊，然后我就通过这个名啊，可以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情，那没问题了啊，是一种好的这个善意啊，这里面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不是呀？是为什么呢？就是名和利啊，名和利啊。 就名和利为了名和利，嗯，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心态都叫做狂，这是烦恼啊。然后，世间人啊，世间人也有啊，比如说，时间的有些人没有做，实际上是没有做什么啊，没有做什么这个好事啊。但是呢啊，比如说说了五块钱的啊，就说做了一一百块钱的。 啊，这个善食啊，比如说福利啊，然后就是说成是一千块钱、一万块钱啊等等，这种人啊，到处都有，这种也叫做啊，这个也叫做这个矿啊啊，这样子的这个矿石是很这个严重的啊，这个呃烦恼啊，如果经常都是以这样子的烦恼牵着鼻子走的话啊，那这样子就是就就。 人的内心啊，非常的这个浮躁啊，做任何事情都是以就为自己的这个利益啊，为宣传自己啊，宣传自己作为这个出发点啊，就不做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这样这些这些都叫做这个框啊。我们佛教徒不能这样子啊，佛教徒不能这样子。比如说啊，拿一百块钱的呃、啊、钱啊去。 啊，这个救灾啊，呃、啊，或者是去养老啊，或者去做这些福利啊，那也就是佛教徒是啊不能宣传的啊，不能宣传的,啊,不能宣传的啊，更不要这样子虚吹啊，这些都是啊烦恼。如果是这样子呢，那、啊、就是本身这个功德啊就不存在了啊，功德不存在。但是我不谈这个功德，<coughs> 有些人也会说啊，不谈功德，但是呢，这个也不这个伦理道德上啊。 也过不去的，就是拿这么一点点的，呃，东西，呃、或者是，比如说当一天两天的这个啊义、呃、工啊、呃，或者是做一点点的事情，然后就是说啊、呃、自己做了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样子不对的啊、呃。佛教徒呢，这个菩萨，比如说是一个大乘学佛的人啊、呃，学大乘佛法的人啊。呃 呃，即使是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个呃事情，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这也是义务呀，菩萨的工作呀，啊，这做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菩萨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就是不能啊，不能这样子的这个，呃，狂啊，就是这个啊，就是为了名和利啊。 自己没有功德，也就是说有很大的功德啊，说有很了不起，说自己是很了不起啊，这样子的这些宣传啊，这种心态啊，这个不是欣慰，这个心态啊就是烦恼啊，这是一个。啊、然后就是无惭无愧啊，就这两个啊，无惭无愧。那、啊、惭愧啊，惭和愧这两个是啊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残就是说啊，参、呃、和愧的差别啊，无参和无愧的差别。残就是说啊，比如说做一件啊，比如说，比如说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啊，比如说立即呃吵架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啊，我是一个学佛的人啊，我是一个学大乘佛法的人，我不应该这样子啊，就立即就停下来的话，那这个叫做残啊，这是因为佛法的原因啊。 我就不去做这些事情啊，就这个修持啊，因为佛法啊，修持啊，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学佛的人啊，学大乘佛法的人，所以我做这个事情是啊修持的，所以我不做了啊，这样子呢，就叫做这个残啊，愧是什么呢？愧就是因为实践的啊，因为实践的。 时间的，比如说啊，两个人打架的时候呢，啊，那就没有考虑到佛法啊，没有考虑到佛法实践的就伦理道德啊，伦理道德啊，或者是啊一个一个，比如说一个领导啊，比如说一个负责人啊，和他的员工啊吵架的时候呢，首先是应该是领导啊，或者是这个啊这个负责人啊，那他应该啊，我是啊。 啊，这个领导啊，我是这个负责人啊，所以我不应该啊这样子跟他们说话啊，所以我要停下来就就，就不就就就因为啊自己是实践的这个啊领导啊啊或者是这个负责人呐、啊，或者是什么啊，就是因为实践的一个啊啊东西原原因啊，然后就是这个感到啊羞耻，不做这个事情啊，这叫做这个。 呃，这叫做这个愧啊。那无惭无愧就是没有这两个，叫做这个无惭无愧啊，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另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呃呃，惭是什么呢？啊，惭是因为我自己啊，就感到这个羞耻，我不做了，这叫做惭。愧就是因为是别人啊，因为是别人啊，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我蛇啊。 谁谁谁的弟子啊，所以我不应该去啊做。比如说，我是一个从一个名校里面出来的话啊，那我的老师啊是一个名校的啊某某的这个老教授啊，那我现在呃、啊、就是在这个社会上不应该这样子做，这样子跟我跟这个老师丢脸，跟我的学校丢脸啊，就是因为是他人啊羞耻啊感到羞耻啊。 放弃这件事情的话，这叫做这个亏啊。那没有这两个，就是这无惭和无愧啊。没有惭愧是一切罪恶、一切罪过的根源啊。就是有惭愧心啊，有惭愧啊，有这个修耻啊，这样子的话，就是啊，因为有一些有有一点约束啊啊，很多时候都就还是会注意一些啊啊这个。 行为啊，或者是说话啊，这些罪罪业啊，少遭罪。嗯，但是没有啊，这个参啊，没有没有惨业，没有亏啊，无惨无亏这种人是没有任何啊，没有任何这个，没有任何这个啊羞耻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啊约束啊，没有任何约束啊，都无所谓了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 都无所谓，这种心态啊，这种心态就是啊，现在因为很多人啊，就是啊，就就很多人啊，就这个因为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啊，所以这个伦理道德啊，就是越来越没有底线的原因啊，原因就是就不学佛法啊，然后就是没有学这个传统的文化啊，这样子以后呢，大家就是啊。 就说啊，不能约束自己啊，不能约束自己。那啊,啊,啊，就这种说法啊，就导致的后果是啊，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这个啊，看不到啊伦理道德的这个底线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产有愧啊，有产有愧是啊，这个有适当的这个约束啊。如果人没有约束的话啊。 那就是是非常啊，这个可怕的啊，当然啊，就是没有没有必要的这个约束，呃、啊，当然是不需要了啊，没有必要的约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就是有些外道的这个修行当中啊，有一些呃没有必要的这个苦心啊，没有必要的苦心等等，嗯，这、就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啊，对自己也没有帮助啊，对众生也没有什么利益的这种约束，当然是不需要了。 啊，这种约束是不需要啊。但是呢，人根本没有约束的话啊，那人是什么呢？人是有贪嗔痴，我们现在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根本的烦恼啊，还有这个随烦恼，每个人都有啊，这么多的烦恼啊。那有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负面，啊有，有具备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 具备这么多的毁灭性的情绪的人，如果没有一点点这个啊、呃、约束的话啊、呃，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佛在啊、呃、很多这个佛经当中都讲啊，这个无惭无愧是所有这个罪业的啊，所有罪业的来源啊，所有罪的来源。人就是无惭无愧，那什么都啊，天不怕地不怕啊，就是我们现代。 人说的一样，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口袋里面没有钱啊！其他都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啊，这个就是无产无愧啊，口袋里面没有钱就有产有愧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就不产无愧。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啊，一定会造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啊，罪业杀盗淫妄，什么都会做的这种人，一定会啊，因为没有这个。 羞耻，没有约束啊，啊、呃呃，这样子以后呢，啊、呃，人就会变成说的是啊、呃，文明啊、呃，实际上没有约束的话，那人就会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野蛮啊、呃，人就会变得越来越野蛮了，嗯，所以啊、呃，所以这个参和亏是非常重要的，参和亏还非常重要，佛教就是不多两边啊。呃 没有必要的约束，我们不接受啊！佛爷说了啊，佛爷说了就没有必要的这些，比如说有些外道的这个苦心等等啊，是没有必要的，可以这个不接受啊。但是有必要的这个约束呢啊，不能放弃啊！这个放弃了以后呢啊，我们这么多的烦恼，有这么多烦恼的一个这样子的人没有约束啊，那就是非常的可怕了啊。 那就是非常的可怕啊、呃，所以就要有这个惭和愧啊，无惭无愧，无惭无愧这两个是呃所有烦恼的这个根源啊。然后就是禅，啊，谄谄是什么呢？谄就是呃这个隐瞒啊，隐瞒瞒啊自己的这些啊自己的比如说呃嘴也啊嘴也。啊嘴也 啊，罪过啊，就是啊，不不讲啊，不发怒。我们不是忏悔的时候呢，呃、啊，就是要发怒啊，就是是在金刚萨多的面前啊，或者是上师或者金刚道友的面前呢，要把自己的这个呃、啊、要忏悔的这个罪过啊，要说出来呀、啊，啊，不能隐瞒啊。那如果隐瞒就没有办法这个清净啊。一样的这个禅也是这个意思啊，它是它的本质。 是属于什么？它的本质，这个情绪的本质是属于这个愚昧啊，属于愚昧，嗯，属于愚昧。然后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永远都自己没有办法变成清净的啊，这就是自这个它的作用啊啊。比如说一个聪明的人的话，那啊，首先是啊这个反嘴了。 啊，犯罪了，犯错，犯错误了啊！但是呢，错误啊，也可以这个啊，也可以挽救啊，常啊罪过也可以清净啊啊，通过这个忏悔的方法可以清净的啊，这是聪明的人，嗯，那。 如果这样子的话，虽然是犯翻翻罪了啊，但是呢，通过忏悔，他也可以恢复，可以变成一个勤净的人啊。那这样子隐瞒的话啊，那这个人啊，就是从从此以后啊，就犯罪的这个从此以后呢啊，永远都不能亲近了，永远都没有办法恢复了，永远都不能变成一个勤净的人啊。所以这个口果啊是非常的严重的啊。那这个。 最后呢，一定会导致啊很严重的这个后悔心啊，一定会严导致很严重的后悔心啊。任何一个这个罪过啊，不忏悔的话啊，那就是心里呀、啊、总是啊就是、呃是一个啊就心不放下来，想呃不能放心啊放不下来啊，最后就就就慢慢的就。 变成一个啊很严重的这个后悔啊、嗯，这个后悔啊就会影响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愉快啊幸福，还有在佛法上啊，它就会导致这个啊禅定啊，禅定、啊、是没有任何压力啊，没有任何啊这个纠结啊困扰啊，在这样子的心。 完全可以放松啊，这、呃、种情况下啊，能够修得出来啊，禅定是这样子的啊。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啊，然后有这种情况下是不会不会有禅定啊，有后悔就是有压力了，嗯，所以这个禅也是啊一个很严重的这个这个烦恼啊。然后就是钱啊，钱就是零食 啊，舍不得东西啊，舍不得放啊，舍不得不是啊，呃，这这也是一个啊很严重的烦恼啊。如果这个烦恼啊，如果这个烦恼发展的话啊，那我们永远都不会啊不是啊呃，然后呢，最最最后的啊，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啊，就是恶鬼道啊，就是恶鬼道。所以，所以这个。 也是这个灵啬啊，也是很严重的这个罪业啊，这个一定要小心。啊，我们没有啊钱啊，没有什么东西啊，不是的话，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关系的啊。佛没有说一定要有东西去不是，嗯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啊，还是要去这个适当的去这个。 啊，不是啊！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啊，比如说有钱的话啊，拿去呃这个呃呃救灾啊，然后就是这个捐啊，医院啊，就各种各样的福利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福利、慈善啊，都是都是不是啊，都是不是啊，都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呃，这是一个啊，然后就是骄啊，骄，骄和这个傲慢啊有什么差别呢？这个骄就是骄傲啊，很骄傲的人，有现代的很多人啊，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啊，呃、啊，这个白领阶层的人啊，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一定要小心这个骄啊，如果有骄啊，骄傲啊，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能安心啊，修心不会有慈悲心。《中观四百论》里面讲了，啊，有骄傲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慈悲心的啊。有骄傲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慈悲心。嗯，他经常的就常啊，他经常都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根本就不去看别人是什么样子啊，啊，所以这个骄傲有了骄傲以后呢，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啊，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啊。 然后自己的生活很浮躁，你、嗯、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也不去追求什么实在的东西啊。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些经常去追求这些名牌啊，这些人呢，也是啊，这种这种虚荣心也跟这个骄傲啊也有关系的啊。那骄傲跟这个傲慢啊，什么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呢？他们两个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傲慢啊，蛮心。 满心是，呃，我啊跟其他人这个比较攀比啊，然后呢，在这个比较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啊觉得啊，比如说我的名声啊比啊某某某人啊，或者是啊某个群体啊比他们那、啊、这个大啊，我的钱啊比他们多啊。 我的地位啊，比他们高啊，所以我是很了不起的啊。这样子，这个脚啊，这样子的这个傲慢叫做蛮啊，叫做蛮啊。那脚呢啊，它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攀比呀、啊，它没有这样子的攀比，它只是只是针对这它的这个的堆金啊，呃，这个蛮的堆金是别人的啊，别人的这个啊，这个。 有点，然后就认为我自己已经超过他们了，啊、呃，觉得我很了不起啊。那脚的这个骄傲，脚的这个啊、呃，这个堆金呢，啊，他他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啊，啊，自己的钱，自己的名声啊，自己的地位啊，就是觉得因为我是啊，是一个有这么有钱的人啊，所以我很了不起啊，啊。 然后，因为我是是一个这么有名声的人，是一个这么有名有名声的明星啊，所以我很了不起啊啊，那这样子这个骄傲啊啊这样子骄傲以后呢，就是我们前几天也讲这个也就跟这个傲慢是差不多的啊，就他认为啊就没有什么东西啊是我,我可以学习的啊，我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 我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啊！我没有必要向谁去学习什么东西啊！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啊！我是啊，这个最了不起的，经常都是这种心态啊。那这种心态是非常可怕的，嗯。所以有这种心态的话，第一个啊，不会有啊，出离心啊，根本就不会有出离心，傲慢心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骄傲啊。有这种人呢。 没有，不会有出离心的啊，他感觉不到轮回的痛苦啊，他就是，就是，就是就眼前的一点点的啊，这个啊，这个幸福或者是金钱啊，然后呢，他觉得啊，就就他就是沉迷在啊这个当中、啊，然后他觉得很了不起，他根本就不去看这个呃深层次的这些轮回的痛苦呀。 啊，或者是别人的痛苦呀、啊，啊，这都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啊，看，嗯，然而他也感觉不到啊，别人的痛苦啊，那感觉不到别人的痛苦，那就是不可能有慈悲心啊，不能有慈悲心，嗯，咳咳啊，所以这个啊啊这个学佛的人呢、啊，真正是一个修行人的话，那我们是啊，不能有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 骄傲啊，蛮和这骄啊不能有啊，怎样不能有？如果我们有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啊，那就是要去控制啊，怎么样去控制呢？就是要控制它的来源啊，我们首先要去寻找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啊，从就是在这个根源上去解决啊。所以平时啊，佛教徒我们曾经也讲过啊，如果一定要 穿名牌、开名车的话，也可以这样子，也不是没有办法学佛，是可以的啊、呃。但是呢，啊、呃，这就是如果啊、呃，经常这个呃追求名牌啊、呃、这样子的话呢，啊、呃，就是这个人就是啊、呃，说明是比较这个虚荣的啊、呃。就是因为他为什么喜欢这个名牌呢？嗯，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呃，呃，他就是。 因为啊，这个他穿了名牌啊，然后就是被这个名牌的包包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啊，我才有这样子的啊，至少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呢，我是拥有啊这个名牌啊，别人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很了不起啊，或呃这样子的有一个从中他就是啊，就感觉到啊自己啊感觉到一个。 喜欢啊，感觉到这个呃自己啊，就是比较了不起的这种呃呃这种感觉，所以他喜欢啊。如果喜欢追求名牌啊，如果他对这个人来说啊，穿这个名牌的衣服跟穿普通的衣服，对这对这个人来说一点啊就在感觉上一点差别的没有的话，那就他根本就不可能花这么多的钱去买名牌啊。 他不可能的啊、呃，所以这个就是在感觉上啊、呃，本来就是感觉的差别啊、呃，感觉上对这个人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差别啊、呃。那这个感觉是什么啊、呃？这个感觉就是没有，不是其他的感觉啊、呃，就是啊、呃，因为穿名牌啊，就觉得自己比较啊、呃，这个炫耀炫耀自己啊、呃，自己了不起啊、呃。那这个就是骄傲，所以佛教徒呢就。 啊，一般啊，就是不要啊，不要，一般都是不去不去追求这些名牌的东西啊。这个就是还是呃、哦，也不是完全不能啊，不能去用这些东西。但是呢，最好不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容易产生啊，容易产生这个啊，这个骄傲啊，骄和蛮啊，非常的容易产生啊，骄和这个蛮。所以啊。 最好啊，这个佛教徒，尤其是一个修行人的话，那就是啊，就这个啊、呃，不去嗯买这些啊名牌的东西啊，这个是呃比较重要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也不是完全不能用啊，这个是那什么样的时候可以用呢？就是要看自己的这个啊心态啊。如果啊没有这个产生。 啊，傲慢心啊，也没有产生这个骄蛮，都没有啊。然后还有啊，在没有这两个的前提下，有其他的必要的话啊，那就可以接受啊。那没有其他的必要的话，必要的话，那也就是没有必要去花这么多钱了啊。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有产生傲啊，这个蛮啊，骄啊，都有的话，那就是。 还是佛教徒就不能接受啊，原则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咳咳啊，这个骄也是一个对现代人来说，这骄啊，也是一个呃很严重的啊这个烦恼啊，所以啊就啊尽量的啊这个控制这个骄啊骄啊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这个二十个。